我也注意到清华大学专家团队有关的研究发现，虽然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事后承认其发布的数据有严重错误，并且做出了更正，但是有水文专家指出，修正后的数据仍然和真实水位测量值存在高达8米的误差。类似这样的巨大误差，很可能被错误解读为中国大坝截流河水，也正是这样的错误数据，成了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国家下游干旱的所谓证据。我们还注意到，有媒体公开报道指出，这个所谓的大坝监测项目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资金支持，其中一些人近年来持续在湄公河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事实上，国际科学界和湄委会对澜沧江上游大坝的作用已有公论。湄委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澜沧江地级水库具有雨季蓄洪、旱季放水的功能，有助于维持湄公河的流量稳定。目前，澜湄水资源领域信息共享合作深入发展，中方已于2020年11月起向湄公河国家和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对该流域人民共享共用水资源、共同应对洪涝灾害做出积极的贡献。澜湄水资源合作需要域内国家的互信和实干，不需要外来的指手画脚和挑拨。我们希望美方充分尊重澜湄国家为促进该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所做的努力，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多做实事好事。